我们来看看啊，这个是一个钟，clock，一到八，我认为是要收集这些东西。他是说，马布卡，醒来吧，马布卡，有个小孩在玩着什么灯呢？就是瓦洛卡斯很生气，发光的太亮，醒来吧，就是在黑暗之前，然后做这个钟，坐在一个大猫，巨猫的后面。然后不懂了，这里的应该是好像诗这样的一个诗，只是我们要做这个东西啦，我知道。叫我丢一些东西下来哦。This can be work 哦，but feeling the water won't kill 哦。Can be work 是做什么？哦哦哦，原来有东西的，顶咖啡，看一看一下到底怎样。这里我卡住很久，因为我不懂要怎样过。原来是这里，因为我一直在弄这个物资。嚯，没有想到是这样的哦。哈，终于开到了，终于开到了。到底如何？这里101，哦，哇，有个大眼睛哦。我们走出来102，有没有人在里面呢？一个大眼睛，你在看什么？103，有很多血。104，请开门。OK，有钥匙。看一看，小金钥匙。再过来呢？哇，105在下面，锁着了。所以这里我们要进哪一个嘞？哦，开到了，开到了。我们来到这里哦，一个大眼睛，又是眼睛的。Intruder, infielder。为什么你进来？还是说我是侵入者？没有呈现自己啊，告诉自己是谁就进来了。我是 Ocula，眼睛，Behold my beauty。对不起，你是一个大眼睛，就是你看到东西应该很清楚。对，我看到所有的事情。你可以看到我的猫吗？你的猫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有一只猫呢？你是就是皇，就是说她是皇后还是公主吗？哼，我们是朋友来的，就是我不是拥有她哦，朋友。我今天有看到一只猫，它在哭，就是在一个笼子里面求救。然后这个笼子什么？进了马布卡的地下室，他还在下面笼子里面。你可以解释，你可以形容一下你看到的猫吗？大黄眼睛，粉红色的那个鼻子，毛发是黑色的，黑到好像黑暗这样。的确是他了，他是我朋友午夜先生，我要找到他。但是马布卡在睡觉，叫醒他就不好。我不害怕他。好的，就是你要拿什么东西就拿吧。你非常勇敢，我很尊敬勇敢的人。谢谢你，奥库拉。我是弗兰。待会再见。我们拿到一个这样的东西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可以拿？看到很多眼睛哦。这里这个吗？哦，代表什么？哇，这里是什么玩意？哼，西北神奇，insert button。哦哦哦，这个一定是这个了。哼，好像钱这样，放就放了。所以，我们拿到一个瓶子，I will take it。可是这里下面怎样吗？哎，哇，还有东西的不？钳子。好的，不是锁匙，不过希望可以帮到我。转下，应该是没有东西哦。这个马骝，Darwin，Nice to meet you，很高兴见到你。转着的那个纸，哦，绳也拿来哦，电线。OK，我在这里看到有个按的东西是什么嘞？这个可以按吗？哎，没有东西。OK，
这个也开到了另外一个钥匙，哦，这里也有锁匙吗？我不觉得这样很妥当。对不起，我需要这个钥匙，就是想要开门。告诉你的朋友开他的嘴巴，他不会的，就是他的牙齿已经锁着这样，非常就是难拿到这个钥匙。如果没有他的允许的话，reinforce teeth，他是说什么牙齿哦？谁？你是谁呀？请问，我是弗兰，很高兴见到你，弗兰，我叫 Roberto，欢迎来到马布卡的 Dan，应该是他的好像公寓还是这个地方吧？马布卡，谁是马布卡？你不知道马布卡是谁吗？请离开。但是 Roberto，我没有来过这里。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，告诉我谁是马布卡。好的好的，马布卡就是黑暗的妈妈，黑暗之母，最黑暗的东西，然后光明的就是结尾，讲讲啊，尽头。马布卡就是所有生物的母亲啊，就是第五空间。什么？我现在在第五空间吗？我以为 Remo 是这里的王。Remo, the terrible back, 就是黑暗的黑暗之子。这样说其实是有很多恶魔了，没有人喜欢他。你应该走了，我要说的也说了。好的，我会回来的，我一定要拿到你朋友的钥匙。我们来看一下怎样拿。这个是不是 Edward 的那个衣服？就是那个骨头了。Inside the little house， 小屋子，怎么会这样说呢？这个电话是这种。哎呦，要打给谁哦？这边 Edward 忘记了他的这个帽子，又或者是这个帽子忘记了什么东西。哦，来到这里哦，刚才那边哦。我的心脏的声音有骚扰到你吗？就是它会突然之间停掉，停掉了就是结束了。我只是想要这个饭杆，哈哈，肥皂。然后肥皂？难道你有卫生的问题？弗兰说，非常的严重。我觉得我的肉，我的身体已经在腐烂了。这个竟然说听起来很好吃，我不觉得是个问题。对你来说可能是吧。给我这个肥皂吧，只是一下子。好的，拿吧。肥皂就拿了，其实它也是其中一个需要的材料了。跟他说小心一点，他们喜欢就是喜欢有味道啊，有肥皂味道的小孩。他们吃那些 baby 的身体。就是什么要保住他们的脸呢、啊、听起来很恐怖，我会小心的。谢谢你的肥皂。这里好像也有东西拿哦，有水耶。我觉得这里要装水。这个吗？啊，装了。其实是不是要 combine 啊？哈哈，这次还不给我猜到哦。有鱼哦，情鱼，可是不懂什么意思。我们来试看吧，到底能不能丢它哦。 I miss。 哦，卡玛拉，这样怎样？一直用不了，我觉得又 miss 哦，顶了。最后一个终于中了，拜拜卡玛拉。真的很怕水哈。哦，我不觉得悲伤了，谢谢你。没关系，我觉得很开心啊，就是你已经感觉更好了。让我给你一些东西吧。哦，给树枝哦。树枝有什么用？你可以拿来种。谢谢你。我要走了，我要找我的猫。我希望你找到。待会再见。难道这个树枝直接在这里用啊？不可以哦。会不会是用钳子钳一钳它？看一下。哦，真的是我。这样都可以帮他拔牙。
OK，拿到了，拿到了。这个泵是第几个门呢？难道是103？可能是103顺着去。来试看，不是哦，102嘛。OK，102。哦，这样大只猫，一个 clock。OK，绑着了。我需要做一些事情。哦，有一个东西，就是很重要，不过里面很暗，进不了。又是岛。哦，真的是找到。OK，现在我们又多了一样东西了。可是我们要怎样走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。哦，所以我们可以过去。这里有一个开关哦。哇，上去哪里？哦，哇，这里有东西哦。不好意思，我需要那个钥匙。不好意思，我不跟陌生人说话，请让我拿那个钥匙吧。你不需要讲话的。如果我不跟陌生人讲话，这样不听也是其中一样事情了。OK，非常失望。我有个问题，你是不是卡在这棵树？我是粘在一起的，为何你这样问？我只是好奇。等下再见。哇，这里要怎样？我先下来拿吧。这个，这个也是其中一个要的东西。诶，拿那个树枝弄它，它有讲东西。就是你不要拿这个东西弄我的脸，如果不是我就会烧你。这好像特别的会这样讲的。哦，难道又是这个啊？帮它梳一梳，因为之前也是这样用。我不知道有梳子什么来的。要不要试看，让你的头发感觉很漂亮跟顺滑？我不知道，就是很危险哦。其实是很好的咯，弄了，好的，试看。Alright，保证你不要杀我好吗？如果我有危险，我才会杀人呢。只要你就是礼貌一点，就是没有坏事情会发生。OK，我会很有礼貌的。吼吼，弄了哦。哦，这么大，这么像有虫啊，很鬼味啊。哦，它是虫来的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没有感觉，没有试过这样。但是你是一个 Lucifer 就是我之前遇过的，就是在那个树粘着的东西。哦，谢谢你，很神奇。我觉得我可以飞起来了。嚯，其实是昆虫啊。可是我们怎样拿？应该是这个了，Fantastic，啊，哼哼，其实很多东西嘞都是要看那些文字，才可以猜得出要怎样做。好的，我们又拿到了，来看一下这个是不是这一边？OK，103，我们也进来了。哦，有东西了，这个就是马布嘎，问看。上面的生物，请离开马布嘎的 den，你不被欢迎。对不起，我在找我的猫，我必须叫醒马布嘎。马布嘎，马布嘎妈妈对你来说是什么？不敬吗？所以你要怎样唤醒它？就是 Codwin 的疯狂想法吗？他并不疯狂，Codwin 是一个很好的弄种的人呐。所以你知道他，我认为你已经去了那个植物国度了。所以他是一个什么地方？不能讲什么这里。弗兰说：“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了。”找了我的猫之后，OK，非常好，对你来说非常好了。去那边，这里是讽刺他咯，因为他说那边的生物很险，很无聊。我现在就去你这个不好的树，我的猫在等着我。怎样哦？这里，嗨，山猪，哼哼，这个羊呢？你感觉很像 real more。这里我有什么东西可以按呢？感觉是骨头。
这个地上好像一个心脏。不要吓我。哦呦，有东西吗？没有。我觉得是这个啊。放了进去哦。可是我要怎样进去？哦，将东西都放进去了，原来。现在我开始放一些东西。其实我还差一样啊，就是他要我找一个灯，那个灯我不懂在哪里。这个嘛，哦，怎样啦？难道是这个关掉？哦，真的是，哎呦，我就奇怪，这么刚才没有用。OK， 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我们已经集齐了所有东西了，因为在这里，我是一直看住这边的。现在已经全部都拿来了，丢进去。到底这个猫会怎样？哦，哦，原来它会吐出这个，吼吼，终于做到了这个种唤醒马布嘎，来，直接用吗 ？Use， 吼吼吼，照它。所以他醒了啊！小心马布嘎，就是唤醒的黑暗，从无知的地方。对不起，叫醒了你，马布嘎之母。可是我需要你的帮忙。有谁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生物？就是这样小只的东西。对不起，我可以告诉你了，我叫弗兰。人类的女孩，11岁，我非常勇敢，你知道。一个人类在这个马布嘎的地方，听起来很什么啊？很荒唐啊！谁带你来的？可能是 Remo， 我想他是你的儿子，不是吗？我的儿子带你进来？什么？看，你的意思是，就是？割了我的头吗？我不觉得。你是不是喝了一些红色的东西，或者是豆？豆？我的药就是好像红豆这样啊。是的，我拿了一整瓶。这样的话，我就不能对你用暴力了，因为就是力量已经被开了啊，解锁出来。我希望你找到一些东西在土地下，就是你要找的真相。谢谢你，但是是什么力量已经被就是 unleash 了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你体内的力量你不知道吗？你被选择了，就是被什么五个世界还是什么鬼，就是成为钥匙的掌门人哦。这五个世界就是在。被创造出来，跟时间是一起走的。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钥匙的掌门人，谁告诉你的 ？The Great Valokas， 就是在很久以前就告诉了我们。这个守门人他会被黑暗之子，就是狩猎啊。当他吃了那些豆的之后了，就是妖了。但是你太年轻了。我可以说，就是你太年轻，成为一个就是掌门人。你的身上有一些东西，就是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觉得 Remo 杀了我的父母，马布卡之母。你可以想象到这是什么感受吗？我是所有感受的一切哦，弗兰。我是什么啊？罪恶啊！你可以想象的所有黑暗，我是被那些眼泪跟什么东西喂食了，就是恐惧啊。但是你不，所以那个 Remo 也就是他儿子杀了我的父母，难道你就不理会吗？我以为你是一个很好的人，我很好奇这个原因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会觉得更好。就他也想知道什么意思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就是你想找的真实，你想找的事实啊，
这就是他的原因。去吧，就是钥匙的掌门人。勇敢一点，我会开我的心给你看。哦，直接下去了，反正一切都破了。我们第18集就先分享到这里吧，下一集是最后的 ending 了，因为其实剩下的也不多。在最终结局之后呢，我会去分析一下了，分析一下这个游戏的结局，又或者是整个故事到底是在说什么。哈哈，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欢迎你按个赞 ，subscribe。我们结局再见，拜拜各位。